猫眼螺啊，咱家猫眼螺你在挑肉的时候一定要旋转，不要一直直接给它拽出来啊，这样容易断的。旋转给它整出来，底下黄就不会断的。看这个肥度啊，蘸点汤汁啊，汤汁太肥了。猫眼螺除了这个壳哈、啊、和这个不能吃啊，这干面不能吃，其他地方都可以吃啊。